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出道曲是可以看到 爱豆们最年轻、最清纯、最原始。 所以对粉丝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歌曲，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2023年 9月8号 为止出道曲 YouTube 观看次数最多的 K-pop 组合前 50位。 Go up to the sky.